从本次埃航事故后续来看，中方第一个停飞波音737MAX 机型，美国是最后一个，期间相隔三天，两国的反应差，似乎证明了中美对航空安全的认知态度上的差距。14日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表社论，认为在全球商业航空领域，这次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输给了中国民航局，中国才是一位负责且有安全意识的天空守卫者。如果没有中国第一个站出来，很可能现在波音 737MAX 还会满天飞。不少美媒也开始反思，为什么这次是中国第一个做出停飞决定。纽约时报甚至这般写道，中国航空公司对安全的极致追究有时候令人恼火。如果中国没魄力，现在天上波音还飞住。澳媒文章写道，中国此次禁飞涉事机型的决定是有理的。波音 737MAX 8在五个月内制造了两起重大航空事故。在中国展露魄力 boldness 后，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连锁反应时的禁飞潮，印尼、伊索比亚等国迅速跟进。不久后，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加入第三梯队。次日，在欧盟以及印度等国做出类似决定后，仅剩下美加北美两国。昨天，加拿大率先离队，留下孤木难支的美国。在压力下宣布禁飞波音 737MAX 机型，自11日起截至美东时间13日下午2点全球 737MAX 禁飞情况，美国宣布停飞为当天下午2点30分。中国领头后，全球各国如此迅速的反应，让美国看上去是在捍卫一个终究站不住脚的立场。中国才是一个负责有安全意识的天空守卫者 responsible safety CONSCIOUSGUARDIANOFTHSGIS 文章写道，如果没有中国第一个站出来，鉴于波音曾极力维护其产品的安全性，很可能现在波音 737MAX 还会满天飞。值得一提，观察者网曾介绍，波音历史上曾在2013年有过一次大规模停飞事件。2013年1月7日至8日，连续有三架波音787梦想客机接连出现电池起火、引擎漏油、配线错误等问题。随后，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下决定，才让全球所有的787梦想禁足。而这次是中国民航局先做出的决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讯息，11日上午的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上，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说道，由于美方一直很难下定决心，民航局只得率先做出停飞该机型的决定。同时，民航局还发函告知美方，希望美方尽快确认保障波音该机型的安全。李健左此举在金融评论报眼中，是中国民航局向美国 FAA 的一种权威挑战。文章援引航空领域咨询机构 ATPCO 分析师罗宾诺沃兹 Jason Rabinowitz 的观点，按后者回忆，在此之前还没有这么多国家在无 FAA 下达不适航通知的情况下禁飞同一款机型的例子。中国对航空安全的极致追求有时令人恼火，中国在这次停飞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不久前，大家很难想象中国民航局会跳在 FAA 前面提醒全球注意安全，要么就是中国民航局首先会向 FAA 请求指导。文章认为，而这次
中国民航局基本上是在全世界面前批评了 Scolded FAA 不顾乘客安全的行为。不仅是澳媒，华盛顿邮报也在12日撰文表示，就这次埃航事故后续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讯号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不再是全球民用航空的唯一权威机构。另一家美媒《纽约时报》13日也开始分析，为什么这次是中国首先宣布停飞。文章援引最新资料称，如今中国的航空公司属世界上最安全之列。